Hello， 欢迎收睇今日 V I P。我请嚟嘅呢位朋友咧，佢好特别嘅，好有型啦，亦都系一位准妈妈啦。佢嘅工作咧好男性化，但系又好特别嘅。佢系一位受过专业训练嘅刺青艺术家。欢迎 Joey Pang。Hello， 你好 ，Joey 啊。老老實實啦，你知道有好多咧傳統思想啲嘅嚇，保守啲嘅，佢哋咧就唔係好接受紋身噶，佢哋總係覺得咧紋身咧就好似嗰啲曳仔反叛少年咧先至會做嘅嘢嚟。咁嗱，你係一位藝術家，你又點睇紋身呢一樣嘢咧？其實我當然係非常之中意紋身，我先會做呢行啦。咁其實亦都我都見到香港其實已經係改變咗好多噶啦。呢個思想，舊一輩我哋覺得曳仔嗰班人其實都已經冇乜點出門嘅，即係帶即係已經收埋曬噶啦。或者變成好乖嘅爸爸喺屋企啦，已經佢哋都唔會話好似而家我哋嗰班人咁會中意 show 而家流行嘅紋身。咁以前嗰一批其實都收埋曬。係，你覺得啲人係咪？個思想開放咗啦，同埋睇法唔同咗啊，覺得係嘅，開始越嚟越大眾化啦，越嚟越接受咁樣。係嗱，你做咗紋身嘅藝術家咧，到底幾耐先？應該都 around 89年嘅。89年嚇嗱，通常我哋聽咧就男性嘅紋身師傅啊多啲噶嘛，嗱女性就比較少。你知唔知大概有幾多個度啊？而家喺香港？其實在香港嚟講都唔算少，都好幾位嘅。不過當然比例上係始終都係男人係會多啲。咁就你嗱，你係女性啊，你會覺得女性優勝啲啊，定係男性優勝啲啫？做呢一行嘅工作，我覺得女仔係優勝啲。係點解咧？有啲咩好先？因為其實好多人誤會咧，佢就女仔會唔會好唔方便啊？做紋身，其實我覺得係比男性更加方便，因為其實女顧客佢又唔會，即係佢會 prefer 都係女仔會幫佢紋，你又唔會有尷尬啦。咁男性係更加歡迎女性幫佢紋啦，又會覺得應該會手勢温柔啲啊，同埋會。會覺得你冇咁粗魯咯，咁又係喎，即係冇咁尷尬喎。嗱，譬如話一個女士上嚟嘅時候，硬係覺得哇，又驚個男士會唔會攬住手佢咁，好似唔係幾好咁。係啊，所以女紋身師係通殺嘅，我覺得成熟啲。係啊，咁你咪冇入錯行咯，真係。哦，絕對冇。其實你以前咧未做呢一行之前係做咩工作㗎？之前我是做化妝的，其實我做化妝的，是其實叫做學緊化妝，又未至於入咗行，咁但係喺做學化妝的期間，咁就接觸到 body painting 啦，咁其實都俾到一個 idea， 我其實我想將個畫直情係留低落嚟，我唔想啲人洗咗佢啊咁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係真係好中意畫畫嘅呢一方面。但係咩機緣之下，你突然之間覺得我不如整個永久嘅啦，要入行做呢個紋身師咧？其實嗰陣時就係去有一個機會就去New Zealand 去散心啦。哦，去新西蘭玩。係啦，去新西蘭去揾多啲朋友去散心。咁嗰段期間就見到當地有佢哋本土嗰啲嘅部族嘅紋身啦，毛利人嘅紋身係即係係紋到上面嘅。係好犀利下㗎。係㗎，係㗎。咁其實但係當地人咧係好尊重佢哋當地嘅文化嘅，即係唔同當其時即係香港嗰啲曳仔紋身咁樣咧。唔會有啲奇異嘅眼光，係啦，絕對冇嘅。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改觀啦。啊，乜原來紋身都可以係好正面嘅喎。其實可以係我自己就會覺得係藝術嘅表達一種，即係其實係一種，只不過係一種唔同嘅畫畫工具咯。對於我嚟講，咁你一路見到嘅時候，然之後潛移默化。跟住就諗下，係咪可以成為自己嘅職業咁樣？就係產生咗呢個念頭。係咁有念頭啫，你都要有機會噶嘛，你要學噶嘛，咁你點學啊？揾咯，就係嗰陣時就開始去諗辦法。哇！我點樣可以去揾人去學咧？咁當其時基本上我就開始咗我嘅學習旅程咁樣。喺新西蘭嗰邊學。開始揾方法學。哦，即係嗰陣時喺嗰邊，冇諗過話翻嚟先至諗。我要嗰陣時絕對冇諗過去香港學，因為我當時嘅即係對紋身，即係香港人對紋身嘅概念都仲係唔係咁好啦。同埋我以前細個亦都去過啲紋身鋪，咁咧嗰陣時啲紋身館嚟嘅，對我嚟講應該係好污糟啊，好恐怖啊。你走去紋啊都係？唔係，我陪我啲朋友去。咁嗰陣時我嗰陣時個印象係唔好嘅，我都覺得好似哇點解香港啲紋身鋪咁污糟嘅咁樣。即使我已經係對紋身係好有興趣。
趣呢樣嘢，但係當時香港嘅紋身未俾到我信心，可以係我認同嘅嗰一種。新西蘭嗰邊你要揾老師噶嘛？咁你點揾啊？我想知道。喂，大海茫茫喎。係啊，其實外國嘅紋身鋪係喺地下嘅，即係地鋪係大眾都見得到，唔係喺似喺香港一定要走上樓先至見到。即係邊度咁樣上去嗰啲？即係你去到邊都見到紋身鋪嘅。咁我就會即係膽粗粗就去問人，喂，我可以點樣學啊？咁有啲人就會同你講話你要畫畫啦，或者點啦。跟住我有試過上網去揾一啲教材自己睇下究竟係咩一回事。咁結果發現係唔得㗎啦，當然。梗係啦，你始終真係要揾一個師傅去教你㗎，係啦，齋睇冇用。係啊，咁變咗我就去揾一啲紋身鋪，係真係收學生去，咁可能你即係當俾學費咁樣去嗰啲地方學咯。咁你揾過幾多間度啊？嗰陣時其實我就嗰陣時係揾我揾咗啲歐洲㗎啦，亦都揾到間最近嘅係泰國咯。當其時我覺得最方便我啦，喺香港過去嘅話，因為我已經唔可以再留喺紐西蘭嘅簽證問題咁樣，咁所以我就飛翻去香港，就去咗泰國，係我第一個真係學習嘅地方。係咁，嗰個係泰國嘅師傅嚟嘅。係咁嗰陣時因為我揾嗰間係一個德國人開嘅，咁佢我就。對我嚟講就有信心啲啦，因為外國人嘅管理應該會好啲啦，尤其是衞生方面咁樣，係我最考慮嘅地方。咁嗰個係男師傅定女師傅啊？佢有一個男一個女嘅師傅。咁你係跟邊個學啊？兩個一齊？叫做兩個一齊，即係我係兩邊去睇佢哋點樣做咯。咁佢其實佢都係以一個一對一嘅形式嚟去觀察，佢都係一個運作緊嘅紋身鋪。咁你去睇佢哋點樣做，咁期間你就會問問題啊，佢會話俾你聽。跟住你就交學費啦，咁樣咯，然之後學啦嚇。係啊，咁其實學嗰個過程咧係點解？有啲咩步驟？首先要學咩㗎？首先要學清潔。清潔係啦，係咪消毒咁樣嗰啲啊？係啦，你因為你自己都要明白點為之清潔衞生啊，點樣你要保持到呢個環境嘅乾淨。咁然後佢亦都會教我一啲工具上，嗰陣時我仲係有機會學到自己去燒針嘅，即係自己去製作嗰啲紋身針，係咁樣。咁同埋我會去會留意，即係會觀察佢哋點樣做，同埋協助佢哋咁樣去學咯。係哦，咁。畫畫嗰方面咧，使唔使真係有個專人去教你畫畫噶？其實咧，我佢紋身鋪教紋身，佢係十，即係佢 expect 你已經係識畫畫噶啦，即係先走去做紋身。即係你唔識畫畫，你做乜要做紋身咧？咁係紋到出嚟，嗰啲公仔好肉酸，點算？你有冇理由揾人咖啡係咪？即係好似我咁畫到火柴人咁點算？係啦，即係應該又有自知之明就唔好啦。係咁嗰時，你有冇俾啲作品佢哋睇下㗎？冇，其實因為我唔係真係畫一個學徒去拜師咁嘅形式，我係去俾錢上堂嘅形式。上堂咁你俾錢佢就一定教你，佢最主要集中就係教你點樣去用機，即係用個工具去去咯。係最難嘅係邊部分啊？你學習嘅過程裏邊？其實是用機的，因為用機這件事是真的要好幾年去習慣。用機即是是怎樣？即是用那個紋身機，怎樣去做出那些窗是不是？是的，怎樣去做出不同的畫畫效果啊，那那一部分不是你一學就識，而是你要去習慣怎樣去運用它。即是好像學彈琴，你要學幾年你才學到演奏級一樣。咁係啦，紋身都係咁咯。梗係啦，唔覺意小心咁整到人哋好痛咁，即係點算啊？紋身係痛㗎。係啊，我知一定係痛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用得唔好，哇咁你搏命大力咗鋸落去，咁咪更加痛㗎嘛。有分別㗎，係啊。係啊，係所以可能。學你話齋啊，女仔會著數啲，即係冇咁粗魯，係温柔啲，温柔啲，同埋細心啲啊，啱嘅，係啊。咁初初嘅時候咧，你一定喺學習嘅過程裏面有 model 噶嘛，俾你去試噶嘛。咁嗰啲 model 嘅感覺係點啊？有冇嗌救命咁？第一個 model 其實應該係豬皮嚟嘅。豬皮嚟㗎，係我哋唔會一嚟就揾個人嚟咖啡嘅，咁係啊，咁佢我哋點都會係喺個豬皮上面，首先練習咗所有個手勢啊，點樣用機個運作個。
嗰方面，即係有咗信心啦，然後先至去搞人嘅。不過佢哋豬皮就話你知，你落手重唔重？但係我都睇到個效果。不過紋身即係紋身針係佢嗰個深淺係你調教好係唔會過深嘅，即係有呢個安全性喺度嘅。係，咁所以就慢慢咁樣去練習。哦，咁跟住然之後先正正式式。做呢一個嘅紋身師啊，即係呢個過程，我相信一啲都唔簡單啦嚇。嗱，轉頭翻嚟咧，梗係等阿 Joey 同你分享一下啦。佢喺咁多年嘅過程裏邊咧，都有啲咩經歷咧，有啲咩難忘嘅事情發生嚇。轉頭繼續今日 VIP。Hello， 繼續翻嚟另外一節嘅今日 VIP， 依然有。刺青藝術家 Joey 喺度嘅 ，Joey 啊，啊你嘅作品咧，我相信咧，我諗你都唔記得咗有幾多幅噶啦，係咪啊？唔記得，即係有幾多個人做過你嘅 model 咧？一定唔記得啦，係、嗯。但係我又好想問一下啦，嗱，有邊啲人士嚟揾你做呢一個紋身，你係會拒絕嘅？男女朋友嘅名字。男女朋友的名字，即譬如如果他們想問對方的名字，我就不做的。為什麼呢？通常很興的嘛。是啊，其實是興的，尤其是香港。不過對我來說，我覺得我做的紋身是我們知道是for一世的，但是男女朋友的關係不是咯。咁亦都我初做嘅時候有接過，咁但係通常都係一兩年後佢哋就返嚟叫返我幫佢冚咗佢，咁我就話咁不如唔好做啦，以後都我就唔鍾意佢哋咁樣囉。係、或者可能你在心目中都覺得愛情是一生一世咯，你不想破壞這個這麼美好的感覺。我覺得紋身是一生一世，愛情未必是。真的嗎？是啊，但是他結了婚之後就另一回事了。嗯嗯、除了這件事之外，我相信是18歲以下啦，就不紋是啦，一定啦，因為太小個可能你會覺得他們即未想清楚啦。是啊，我覺得最理想的年紀應該是21歲以上添。21歲以上添啊、是啊、紋過的作品有哪些好有印象啊？剛才我私底下偷偷地望過幾幅、真的有些藝術品的感覺啊！是這個是我想做的目的，是不是、例如我記得有山水畫啦、又有梅花啦、其實即代表什麼意思的，即你在幫他們、表達這個感覺之前，其實個個人都不同的，因為我哋接的所有嘅 job 都是根據個人喜好啦，亦都根據我哋紋身師佢自己個風格路向啦。咁其實你頭先提到嗰幾個嗰圖都見到到係比較中式嘅嘢，亦都係我自己發展嘅風格嚟嘅，我自己畫畫嘅風格咯。係係嗱，我哋而家睇到啦，呢一幅咧就係、是。鯉魚啦，即係俾個感覺上咧，好中國化喎。點解啊？我諗住你喺西方接受呢一個嘅學習噶嘛。嗯，咁但係我喺西方去學習紋身，其實我亦都同時揾翻自己係即係一個中國人嘅角色啦。因為嗰陣時喺外國，我發現原來外國好多人中意書法字。即係中文字未去到書法嘅地步，但係中文字咁我就覺得好肉酸，因為即係好多係寫錯字啦，又係嗰啲電腦字打出嚟啦，佢哋自己又問錯，有冇問錯都唔知啦。咁我就即係有一個使命感，哇！身為一個中國嘅紋身師，我應該將真正中國嘅文化話俾大家聽。其實中文字應該是怎樣的呢？那我就由那時候開始，我就專心鑽研中國書法，由中國書法又也都演變了去中國的水墨畫、工筆畫各方面的發展。剛才呢我立一立啦，見到那一幅呢、門神啊，哇，其實個範圍都很大的、用了幾耐時間啊？其實我哋前後都係喺一年度啦，即係來回係啊。紋咗一年？係啊，因為你每次只能夠紋咁多嘅啫，一日嘅時間有限。咁佢紋完之後又要等佢好翻啦，亦都要等大家嘅時間夾得到再翻嚟紋咧。咁其實都即係可以去用一年時間去完成。係。哇！咁真係一幅藝術品嚟喎，直情係。其實同即係你畫。畫畫是沒有分別的，你都是需要時間心機去慢慢去雕琢出來。但你會不會看心情的？你覺得那天心情不漂亮了，
哎、我都是不紋住啦咁。咁又唔會喎。因為我鍾意紋身，無論我心情幾差都好，當我買位嘅時候我就已經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樣㗎啦，即係定係。係啊，咁啊，有呢個專業嘅操守係好㗎。嗱，睇到你手字啦，好靚喎，咁係咪真係特登去學下呢個書法添啊？係㗎，我係真係由返嚟香港就開始跟書法老師學嘅。咁所以有幫助囉，對於喺寫字上面啦。係、啊。咁、有冇試過一啲好尷尬或者好有趣嘅事情啊？喺紋身嘅過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㗎。尷尬。係啊，有冇試過啲尷尬情況㗎？好少喎、啊，其實又、即係因為其實成個過程係唔係話即刻發生嘅事嚟，好、多事都係傾咗好耐啊，來來回回啊，咁樣大家去去傾啱嘢，好少話有啲突然間好尷尬。是趣事都嚴肅的，其實紋身呢件事尤其是以我哋嘅方向嚟講，係譬如話一個男士叫你、有冇試過真係紋 pat pat 咁樣？紋 pat pat 有。有，但是你不尷尬，你都覺得 OK？ 我自己不覺得喎。可能件事看落是很尷尬，但我不知道我都話我一埋位我就冇乜都不理噶啦。投入啊嘛，係你想即係做好那個事情啊嘛。係啊係啊，所以我不會理其他嘢。但係。最耐時間咧，你記唔記得係真係用咗幾耐先可以完成啊？完成嗰次嘅紋身嚇，嗱頭先你話嗰左右門神都要差唔多成年，有冇啲耐過成年㗎？好少，但係除非真係有一啲人嘅佢自己嘅時間，因為我有好多客都喺外國嘅，即係喺外國飛過嚟，咁、有時隔唔啱時間，可能嗰個前後。project 可能一兩年都有，但佢未必係大嘅，但可能係一個即係時間上安排嘅問題。嗱喺紋身嘅過程，我相信嗱、我哋最直接，我雖然未試過，但係感受到嘅，梗係會痛啦。咁、可能啲客人會嗌啊，會唔會㗎？真係其實好少㗎，真係㗎，係咪喺嗰刻要死人唔好咁遠？即係對未有紋身經驗嘅人，就會將件事想像到好誇張，因為我哋嘅想像力好豐富啦，當然。但係到實際上，其實紋身佢係痛，但係係可以接受嘅痛嚟嘅，因為都其實係好表皮嘅，好表皮嘅感覺嚟嘅啫。係，咁第二樣嘢啦，流好多血嘅喎、又唔係㗎，其實即以前舊式嘅紋身咧就流好多血，因為以前佢哋未知道皮膚層面嘅關係咧。是似得好深的，以前的紋身即是矮仔嗰期的紋身是拉嚟的，是凸起的。我凸起的。是有分別的，它已經是拉嚟的了。那些就真的是流真血。現在的紋身的層面 是定了是這麼多就這麼多，那是不應該紋金。其實出來的那些 是血水那些而已，其實。是即是可能是很表層的，很少少的。是很少的血水。都要你不怕血才行嘛。絕對唔驚，冇諗過驚唔驚血呢個問題。真係驚血㗎，見到唔得喎，見到就暈嘅，真係我試過有啲客係自己驚血都嚟紋身㗎喎。咁其實冇問題，唔好俾佢睇到，揞住佢對眼㗎嘛。冇問題，有啲驚打針嗰啲又會嚟紋身㗎喎，係啊。哦，係喎，不過打針可能一下，咁你知紋身即係我諗少曬都要半個鐘啩。都睇係啊，睇情況。係咯，即係你細細咁，可能你要半個鐘，即係你起碼喺個半個鐘頭裏面，你都要接受到嗰個少少輕微嘅痛楚咯。即係我咁講咯，係接受到嘅痛嚟嘅，同埋我會習慣。你要習慣，嗱，咁從事咗呢一個工作都接近有成九年啦。其實你覺得即係紋身喺香港未來嘅發展會係點咧？呢一個嘅工作，我覺得係我諗。越嚟越容易咯，其實喺街度我哋都見到個變化。即係你覺得係而家普遍咗？係啊，越嚟越多人去已經係可以好唔好唔介意去 show 佢哋嘅紋身啦。佢哋個範圍越嚟越大啦。咁同埋我自己觀察人哋睇我嘅眼光都由質疑你變成欣賞你，即係係唔同嘅係。始終佢覺得係啊，呢個女士啊嚇得唔得？我自己都 feel 到個唔同嘅，真係噶，嗰陣時會有啲客人係咁樣噶。即係我意思係平時大眾對見到紋身嗰個反應個已經係唔同咗。你自己呢個紋身咧，我都見到啦，係自己
定係人哋幫你整㗎？人哋幫我問，人哋幫你問，你自己冇試過自己問自己？冇啊，因為我初初學習嘅時候，我俾錢嗰間嘢咧，咁我有人俾我問咧，咁我就唔需要用自己去練習。通常係冇人俾你問，你先要用夾硬揾自己嚟練咁樣，係啊。咁所以變咗人哋幫你嗰陣時問嘅，係係啦。咁我全新嘅紋身，我都係揾我自己中意嘅紋身師，我好欣賞佢，我亦都想同佢學習，咁我就俾佢紋咁樣。嗯，好。最後一個問題，你覺得一個成功嘅紋身師，佢應該要具備啲咩條件呢？第一就是一定要懂畫畫啦，今時今日即係唔好覺得紋身係盈餘走去做呢件事啦，即係自己應該要真心中意畫畫。係最好寫字都寫得靚啦。咁唔一定嘅，個發展嘅方向都唔同，因為要有一個使命感同埋一個責任感，你知道自己係做嘅嘢會影響人一世嘅，跟住有呢個概念先咯，先好入學。係你個態度好專業啊嚇，令我哋。了解了很多關於紋身藝術的東西，多謝 Joey 上來跟我們聊天，多謝你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